好，我开始录像起来。这份直播聊天有非常多的干货啊。那么女娃说：“嗯、呃，原相机，看到没有？原相机的相片如此美丽动人。”那么今天我要将这个女孩子我们的这个聊天这儿、呃、这件衣服比较啊，OK 的啊。Okay, 好，那么今儿衣服这件比较哈哈哈什么柔和，哈哈。好，他说今天的衣服比较柔和，我说那明天穿一个坚硬的。啊，明天穿一个坚硬的来，<laughs> 明天穿个坚硬的来，这个很舒服啊。他说今天这个女生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等一会儿，我们要来安排车友会，安，照片安排起来是吧？OK 的。 好，我先把这张照片呢安排到我们的车友会啊。这张很柔和的照片，我们来安排一下在车友会啊，安排起来了啊、呃。大家就凑合着看原相机的照片哈，原相机的照片啊，嗯、啊呃，可以看一下。这个动作很弱，但是人还行啊。呃，我们来继续来给大家来讲解哈、啊。 今日份我们主要要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和这个女孩的聊天，只有一天，知道吧？好，我们来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了。这个缘分的开始是在哪个时候？啊，先给大家说清楚，缘分的开始是昨日拍了一张我的朋友圈，在游泳，知道吧？ 游泳过后，女娃评论说：“她要来成都，缘分就开始了。”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和这个女生之前没有任何对话，看到没有？之前没有任何对话。那么你现在看到的，就是最最新鲜的，从八月三十一号新鲜出炉之精彩对话啊。那么这个女生她要来成都。 那么说明什么呢？缘分已到，知道吧？就是我俩之间的缘分已经渐渐的到达。啊，看看游泳照，游泳照的话，我才是发在我们的群里面。这个群怎么加？添加一下，这个添加一下。等一下，哪去了？这里啊，这个小雨学长。 五零零，500, 添加一下啊！我们直接在群里面看我游泳照片啊！现在我们姑且不表，好不好？我们姑且不表，哎哎哎哎，好，我们姑且不表，啊，我们姑且不表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兄弟们，我们看一下，OK，好，OK，好，OK，好，OK 好。OK,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是怎么聊的。来吧，成都等你，二号过去，从西安过去，我说可以，你们几个人来，需要安排活动，看到没有？首先，女孩女孩说她要来成都，那么我们必须首先我们得安排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就是，哎，等一下，这女娃的东西出现了啊，就是她是不是一个人来的？知道吧？她如果带十个闺蜜，那么就大可不必当一个冤大头。 知道吧？这是那天小姐的衣服，哪一天？啊，哪一天？嗯、呃，放心，等会儿语音还是有。我们今天耐心的看下去，好不好？呃，今天就讲这个邀约的这个故事，大家从我的聊天中去学一学我怎么和女孩子邀约，要不要学习？要学习扣个一。如果你不愿意学习的话，我们讲其他也行。啊，这个叫 Emily 的女娃在那里暗中观察我的直播。 我想问一下艾美丽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看到我约其他女生不约你，心里有点不舒适，知道吧？这个小姐姐怎么认识的？我在这个时候，八月三十一日晚间我是不知道的，因为我们没有之前的聊天，所以说这个女娃怎么认识我是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我们会慢慢的知道啊，我们随着我们的聊天，我们随着我们聊天的节奏，我们会慢慢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，好吧？ 大家不必要这么的激动啊，不要这么的这个急迫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这个时候你看说了一句话，叫做“你们几个人来需要安排活动吗？”很简单啊，我如果说你们几个人来，女孩子可能会觉得，哎，你是不是嫌我人人来多了，你就不见面或者怎么样，对吧？你看一下，我先问你们几个人来，再问需要。 需要安排活动吗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？就是显得自己大气。但是呢，他说五个人，我们想找个地方吃饭。那这个时候我马上就说：“哦，那明天我才发现要拍节目，你们待到什么时候？”哈，马上画风就变了，可进可退，对不对？很多兄弟呢，他是他是这样的，就说女孩来找你，你无论怎么样，先把态度。 先给展示出来，知道吧？先把态度给展示出来，兄弟们，你们在这个看直播的时候啊，我知道很多兄弟呢，你们不爱不爱在这里刷礼物，但是没有没有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点一下屏幕，使劲搓一下这个红心就起来了，这样的话，小雨学长看起来也像是还是有人气的样子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我用的这样话术啊，在这里跟他聊天。 好，这女人杰克说自己啊，然后呢说一句自己跑出来旅行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代表着“窗口”二字啊，自己一人独自旅行，一个人的旅行。我看过了很多风景，也看过了所有美女。那么这个时候代表什么？代表着机会，这个缘分就带了啊，缘分带了。 好，我们来了哈。我说，但是我没有在这里按捺不住自己心情，知道吧？我先说可以一个人的旅行哦，啊，先确定一次啊啊！对我说，那成都给你安排个浪漫邂逅。他说好吃的可以安排上。你看这个女生，她根本不懂什么叫浪漫邂逅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女生呢，她有些许的矜持。 啊，当然了，这个矜持呢，我们在之后我们会遇到大量的矜持，我们来看一看，一步一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这有个细节，一个极小的细节，你看一下。我说安排浪漫邂逅，他说安排好吃的，什么时候？什么意思？有可能是吃喝散之流，一个人穷游，然后来吃喝，然后玩耍，然后快乐，然后再见。 对吧？这也是我的担心之处，当然呢，也是兄弟们的担心之处。这个兄弟呢，还说这个是川口女孩，并不是啊。如果是川口女孩，那今日我大可不必在这里讲这个直聊天，因为川口女孩犹如踢空门，就在我的直播间，从来不会讲任何踢空门之故事，有什么意义？比如说子阳的聊天。 来我家做饭，女生说好完事儿，有什么要讲的？一天技术含量都没有，兄弟们应该是跟我一样，就是在和这些女生中聊天呢，感觉有窗口，但其实又拒人千里之外，好像是有机会，但是却还有一些威胁，对不对？这个才是聊天，懂了吧？ 这个兄弟说：“浪哥的团队都没了，没了他妈的有什么有有什么关系？浪哥团队，浪哥就行了嘛！哎，又不是他妈的其他的团队，对不对？就你们的思想有问题。我曾经带了很多的学员、门徒、我的助手出来，现在这些学员、门徒、助手不在了，难道我不能新培养吗？” 等一会儿就会告诉你，新的导师培训计划又开始了。所以说呢，大家千万不要慌张。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各领风骚数十年。所以不用不用在这里觉得哦，哎，没有其他人，没关系。我们今天等会儿会告诉大家，新的导师计划又提上提上线了，对吧？但是具体怎么安排？ 我会告诉你们，啊，我会告诉你们，啊，先别急，我先把聊天说完，把干货讲完，好吧？那我们继续来、啊，好你看到没有？他说小吃好吃的安排，我说小哥哥呢不需要安排了，有了，我说有了小哥哥吗？全是在试探，兄弟们，这种思路你要学会。 他说问号什么小哥哥，我就是小哥哥一起玩。他没有啊，我出来都是自己玩的。你看没有？他误会了，他误会他有小哥哥了。但是实际上我意思是你不给你安排小哥哥了吗？对吧？好，他误会了，我就是小哥哥啊一起玩的。他没有啊，我是说我安排啊。对，他说安排小哥哥，哈哈笑起来了。看一下，如果说好啊，那就是空门选手。 知道吧？这个聊天就就到此结束，大可不必拿出来在这里讲解。他说：“安排小哥哥、啊、哈，他下个字是好啊。”那么我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了，懂了吧？但是呢，我说，比如我自己，你什么时候到吃火锅？晚上去晚还没定啊？他又没定呢。而且呢，比如我自己，好，你看一下啊。 我发了五个字，五句话，兄弟们，这是有技术含量的，我给你们点出来哈。我发了，比如我自己发了，哈哈，发了什么时候到？发了带你去吃火锅，发了晚上出去玩。如果这个女生是想要好小哥哥，她会对我的，比如我自己五个字产生兴趣。她回答的话就是说：“你干嘛介绍给我？你没有女朋友吗？对不对？” 但是如果他对吃火锅感兴趣的话，他会说“好啊，好啊，吃哪一家火锅，对吧？”如果他对晚上出去玩感兴趣的话，他会说“晚上去哪里玩？”看到没有？所以说，看似我们在问一些问题，但其实我们是在了解女孩子，她对什么感兴趣。 啊，你看一下，结果这个人说一啥呢？他说：“反正西安到高铁过去方便。”他对你什么时候到这个最鸡巴傻逼没人关心的话题感兴趣，说明什么？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球他在你这个班场。他的前锋、他的中锋、他的后卫以及守门员。 还在场上，知道吧？就他只是允允许跟你踢场足球赛，并没有允许你他妈射球射门。兄弟们，觉得靠不靠谱？如果靠谱，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心他妈使劲点起来，对吧？证明我讲的还可以啊。他说可。 那你定好给我说吧，啊，他说二号下午吧，我待会儿看到酒店了看一下票，啊，你看一下，他已经定了二号下午，又看了票，说明这件事情呢，他不是什么呢无稽之谈，啊，什么叫无稽之谈呢？就我在这个手机里面有大把的女生，经常给我说啊，我要来成都了，结果来了过后，她去找其他男人。 或者是说你问他什么时候来，你都过去半个月了，问他什么时候来，他跟你说一句他行程有变，因为女人极其不靠谱，尤其是在我微信里的这些女娃，们往往是说十句话有一句真的，答应你五次出来有一次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所以说呢，我这里说了一句，那你定好了给我说吧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说他还没有定，看似是要来，其实还没定。 那有可能他没定是没定跟谁玩，也有可能他没定是没定来不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你看到这里，应该把你跳动的心给他抚慰平静，就是八字还没一撇。有一些男娃他非常的激动，他一看到女生说“哦，我要来了”，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，这个时候就容易出问题。 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你我就说好，我行，看到没有？我的聊天马上就冷淡了。你没定好就作罢，可好？看到没有？啊，看这个时候呢，他又说了一句：“我今天我好过后，他如果不说话了，那这个事情呢就作就此作罢，就说明他并没有打算。但是这个时候他又说了一句：‘我今天刚到西安。’ 又愿意回复你的单音节，提供一些话题。于是我说：“周游全国，西安吃吃喝喝不错的。”你看，我开始略敷衍了，看到没有？为什么呢？你看我在这里跟他安排这么多，他在这里直接说他后天到，他根本不理我。于是我开始略敷衍，我就说：“吃吃喝喝不错的。”他说：“这不顺路了，希望好吃很多。”我说：“好像是诶，看到你看你看你看到，哈哈，顺路好像是诶，看到没有？”嗯 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，我聊天变了。开始的时候兴趣盎然，但到这儿我发现他是一个这种正儿八经，知道吧？我就我就正儿八经，知道吧？他摁对啊，然后飞成都再飞上海，你看他这个时候他又说，然后成都再飞上海，你看一下，他说明他又提了一个成都飞上海，说明其实成都。 是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，那这个女生她有可能不是水的，那这个时候我对这个女生她再一次在老寨中，又有了新的转折了，对不对？开始她说她要来成都，我说安排吃喝玩乐小哥哥，她只对什什么事还没有定，她给我说，然后我就冷淡了。 冷淡过后，这里又掌握出信息，就是他这有一个我从成都再飞上海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确实有把成都作为这个落脚之处。于是呢，你看我，我说搞得挺紧凑，不错不错，对吧？嗯，这个反应又变得好了。但你看我反应这种无话可说，他大可不必再聊，但是他还说假期有限，他开始。 又愿意回我了，这个时候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就是这个女生呢，其实对我呢还是有些许兴趣的，不然她没有必要一直跟我聊这些。于是我说尽量多走走，不错的，我都在成都待着，看到没有，我字就开始多了。你看开始前面是什么呢？前面是好心敷衍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判断出这种。 消息过后，我的字又开始大我又开始说我的事情你看，之前我不说我、啊，你看没有？好像是哎，顺路，西安吃吃喝喝不说，我不说我自己，对不对？你看呀，最我聊天是这样的，来，大家来干货，来记笔记。首先呢，评论，第三者是最没有兴趣的对话。比如说评论哦，西安不错，吃吃喝喝不错，说是好像是哎啊。 呃、嗯，搞得挺紧凑，这个是兴趣非常平淡。开始讲自己，就说明了兴趣有了。如果对他进行发问，就是兴趣最强烈。女娃也是这样子，她跟你聊天，在评论一些什么电影之类的，兴趣平平。开始描述自己，说明对你有些许兴趣。主动问你问题，那就是肯定对你有兴趣。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，我们可以判断别人的兴趣指标啊。我们又来了啊，开始说，对呀、啊，好不容易年假，你事情多呗，看到没有？女娃她说你事情多呗，对吧？开始，对吧？开始关心我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？ 他对介绍小哥哥不不没有兴趣，但是又开始关心我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应该什么呢？展示一番啊！我就开始展示了。我说没有，最近在学飞机，想早点把驾照拿了。哥，为什么要学飞机？兄弟们，话来了，我就实话告诉你，学飞机和开卡丁车用的价钱差不多，甚至假卡丁车更贵一点。 学飞机还便宜一点，但是没有女人喜欢卡丁车。我在这里努力了半年，卡丁车开到全四川前五名，没有任何女娃表示一点兴趣。所以说，老子他妈的不搞这些了，知道吧？很多人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要去这搞这些？”因为很简单，女娃喜欢，知道吧？ 学飞机几个多少钱？几万块钱，很便宜，知道吧？我直接来学飞机了，知道吧？他学飞机高端高端，直接被干崩溃了，知道吧？啊，卡丁车同样开，知道吧？飞机也要学，因为开卡丁车无妹可撩，没有撩，没有任何一个妹子喜欢卡丁车。我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哈，九月一号了，现在。 用了整整九个月的时间，明白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没有任何妹子喜欢卡丁车。你犹犹如鸡同鸭讲，对牛弹琴，跟他们说卡丁车，开飞机最快了，好吧？好，我说没有，就是找不到事做了。我那个赛道关了，啊，是了吧？是完了吧？我说差不多吧。最近一直去健身，胖了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聊天，啊，这我没有放弃卡丁车哈，我这个卡丁车是我自己的喜欢。 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认为啊，你自己的喜欢，你自己喜欢就行了，你没必要拿来跟大家说，懂了吧？就我原来会觉得女娃就是这样子啊，兄弟们，我曾经有个误区，就觉得这些女人喜欢我是喜欢我，我觉得我开卡丁车她们也喜欢，结果没有，结果没有，我讲多了，这是什么亲身经历？兄弟们把这个话记在心中，女人不会因为。 嗯，喜欢你而喜欢你做的事，女人只会因为她喜欢做的事你也在做而喜欢你。记下来，记下来这句话，快点儿，好吧，这个是亲身经历啊，你妈花了多少钱，花流了,了多少血，血泪的教训，真的，金句，记好笔记。 再说一次，不会买飞机，没钱啊！首先告诉大家，我是个穷人，穷逼。学飞机是在座各位都学得到的，学飞机的价格比我的门徒的价格还要便宜，我只能这样说。所以说，大可不必在那里觉得学飞机很高端，但是女娃却觉得很高端。这件事情完事。小雨学长最爱做的一件事情什么呢？用极低的成本做大项目。 知道吧？代价很小，结果收获很多。我爱做的事情。但是卡丁车是一个用极高的成本做了一件极傻的傻逼事情。在把妹之间来说的话，开卡丁车效果为零，真的没有用。卡丁车做过任何事情。再说一句，女人不应，不会因为喜欢你而喜欢你的，而喜欢你喜欢的事。 女人只会因为你喜欢的事她也喜欢而喜欢你，记下来，嗯、记下来，好吧，我们继续来，你们点赞不能停啊！来了，我说这是什么表情？羡慕一下，马上再来了，照片，我的最爱。嗯、聊天聊的差不多就应该拍照了，知道吧？现在没有车。 没有驾照，没有豪豪车，没有这些物质，没有黑桃 A，只有一个破房子可以展示一番了，也是我自己的东西，知道吧？明白自己的优势在撩妹中很重要。好，我躺着好累，他说好好躺，点了外卖等着吃。你的腿遮了蓝天，我刚吃了外卖啊，我说。 你在干嘛？太累了，晚上出去溜达，回民街。他说钟楼,楼、鼓楼可以的，西安这些好玩啊。你不应该吃外卖的。他说很晚才出去歇会儿。我现在去趟公司。他出门了。好，出去吧，我也出门了。OK 了。好，我说看到没有？在用那个阶段性聊天。昨天八点钟出门、呃，前来给兄弟们讲直播。晚上十一点半到家。 说忙完了，你还在外面游荡吗？女娃说了一句什么话？没有没有，我我到酒店了，又又回来了。晚上其实也没去哪儿，跟我领导约了个酒。我的天哪，耽误了我的行程。好，你看他现在说话一板一眼，对吧、嗯？很那种工作的态度在跟我说话。等会儿你会听到我在反复过了这个前锋和中锋过后，他的说话的语调变了，知道吧？ 嗯、我说你需要领导喝酒也太早结束了，对吧、嗯？我为什么要说喝酒太早结束？因为明天我俩要去喝酒，不能这么早结束，知道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就是我之前的领导，老领导，然后正好调到西安了嘛，然后我正好过来就跟他讲一声，我酒量差的呀，而且喝啤酒我实在是喝不动，我啤酒真的是真的是基本上不能喝。 喝完胃里就贼难受。好，不喜欢啤酒。你来成都，我们去革命。i 罗星，你不用喝酒。革命什么地方？最后我店可以。是吃饭地方还是酒吧？我酒吧吃饭另行安排。好朋友来一次。哎、看到没？我其实想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。看到没？他不来喝酒，又来了正能量来了。我在这里跟你安排夜生活，你却想来说在成都街头走一走。 知道吧？女生怎么认识的？等会儿会有详细介绍你，你拭目以待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到这里聊天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认识的，所以说我总会去问。但是大可不必在这里揭开谜底。我们随着镜头，我们直接继续，好吧？他要走一走、呃，这又是一个前锋跑过来抢球来了。我在这里要过过去，我要射门。 你在这里前锋又跑出来，在这里调皮捣蛋。你要在成都这些头走一走，你把我球给断了，兄弟们，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明白正能量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很多兄弟说：“哎呀，你都老是去去这个踢空门。”很多人对我的误会非常大，他认为我和女生就是一见面就直接扑入怀中。很多人觉得我约的那些女生都是什么？ 乌七八糟、乌合之众，都是些很随便的。甚至有人在网上说我约的什么女生是什么职业工作者，我就觉得你们大可不必在这里往我身上泼脏水。你自己做不到，不代表别人做不到。很多人都认为我约妹子特别容易，他认他认为我约妹子的容易不是因为我厉害，而是在于妹子随便。 其实你们了解久了过后，发现哪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随便的女生？关键是有没有这么多的随便的女生？就是女人有很多随便的，我也遇到，但是不可能他妈的这些女人全部都是随便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继续来，嗯，我们继续来，可以。只是成都见到他就想感受玉林路、泰国里去一下，去一下。 我说你把酒店订在太古里，晚上就去那吃饭。玉林也可以说实话，我就是成都人，我都没去过玉林路，就是特意走那一条路。啊，我的话来了，对吧？在这里拼命的晃动，然后过去前锋、呃。好，我觉得是要订太古里的、呃，我可以走宽窄巷子。啊，你选吧。我公司太古里附近，可以要去的看行程。我先洗漱了。好。 他洗漱了，我去吧。那么聊天到此结束。可以看到，连前锋都没过掉。但是，他今天下午说明天下午六点半到成都，就说明什么呢？前锋已经过掉了，现在面对中锋了，知道吧？嗯，其实呢，你看我聊天聊到这里的话，我也没有暴露出什么样的需求感，而且呢。 嗯，随便有随便有一个人，他要是把我的聊天发出去，想要黑我说：“你看这个男的到处撩妹。”我也不会，我也经得起推敲。我在这里没有撩他，对不对？我和女人聊天不像你们熊皮瓜脸，就顶一个下半身就过去了。我跟女生聊天正常对话，而且是把她当朋友，很真诚，没有什么套路可言。 说你要想在我这里学所谓的套路技巧，我觉得他妈的大可不必。你在我这里只能学到真诚和女生相处，和她聊天，了解女生的需求，知道吧？不要在这里黑我。我知道很多人你是看到他妈黑新闻跑来，跑来认识我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新闻上面说的就一定是他妈真的吗？对不对？大家可以去看一看，很多的这些。 在疫情期间的这些新闻，你就会觉得很搞笑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我们不要去盲目的去相信新闻。当然呢，相新闻百分之九十都是对的，但我他妈恰好是那百分之十，有什么办法？知道吧？来，接一下，继续来。这有兄弟说你有价值，你看一下我有价值有什么用呢？ 我有了价值，女娃还是不去啊？这个还是最恐怖的。就你看没有？你们这帮傻逼，你说我有价值的这帮傻逼，你的头他妈已经烂了。我是有价值啊，我在这里他妈搞了一些花里胡哨，但女娃没接招啊，对不对？就宛若无用啊，<laughs> 兄弟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如果。 我价值是有的，那么女孩子应该反应非常好，变得很主动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你看一下，就算有价值，这个女生她说我其实是想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、呃，这个时候已经又开飞机了，又在家里也看了。 但是他还要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别的女人不看你这些价值，对不对？女人没有你人们想的这么肤浅 <coughs>，很多男的自己把不到妹，就开始在这里疑惑，在这里担心啊！我是没有钱，我没有豪宅，我也没有开飞机，我也没有豪车，所以说妹子不喜欢你。但是呢，我有豪宅，我也开飞机。 我虽然说没有豪车，但是我有卡丁车。但是女生她还是仍然想去成都的街上走一走，她不想跟我去酒吧玩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大家大可不必在这里觉得自己好像跟我差得很远，我跟你差的都一样的。 就是女生还是不冷不淡，是这样的。我告诉大家哈，我告诉大家，如果这个大家觉得好像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一看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一看。就是我在这里做直播，我是真实的聊天案例。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？ 我也是有一说一，我没有在那里跟你搞其他的。第三个呢，具体什么情况，你一定要带着脑子，你不要觉得老是女孩子约出来就是因为有价值。那很简单，那他妈的，那全中国的人都应该出来，对不对？说你们的想法有些时候有点偏激，对吧？那有价值，那我聊什么呢？我直接说出来二字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继续来。 好，于是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他说了，他说，明天下午六点到成都，就说明这个事情是已经定了，板上钉钉，应该是他订好机票，也订好酒店了。但是呢，相当于过掉前锋了嘛，对不对？过掉前锋了，啊，还有很多兄弟，我要提醒一点，就算你没有价值，那也是你自己傻逼。 你不能他妈说我，因为我约的女生，你也跟你约的看到的，你看都看不到。所以我有我有价值，我约的是跟我一样有价值的女生。你没有约，你没有价值，你就去约一些大脸胖妹儿、眼镜儿、肥厚的、腰身的这种女生。我每天从公司下班走到楼下，我都会看到大量这样子的女娃从这个写字楼涌出去。 朴实无华，黢妈、黢黑、黄脸婆到处都有，啊，这些人跟谁一起谈恋爱呢？就跟你，你没价值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没价值不代表你谈不到恋爱，你没价值只是不要痴心妄想，去找一些有价值的女生。那么你没价值，你谈的这些女生也没有价值，她跟你聊天还是会这样子唧唧歪歪。 因为你没有价值，我有价值，我约的女孩子也很有价值，所以说别人呢也会在这里唧唧歪歪，一样有道理。对，让你们约坦克是这个意思。你没有价值，你只能约坦克，啊，难道你要干嘛？你想赖胳膊吃天鹅肉？你觉得你听了我的直播，你就约不，你就不用约坦克了吗？你大可不必这样想。 你现在的情况是约坦克，坦克还不出来，知道吧？坦克里还有人坐着，看你还约不到。你以为啊？很多兄弟呢，不要看不起坦克。据我所了解，在座各位之前的前女友、前前女友，基本上百分之八十都是坦克，知道吧？说你大可不必在这里看不起坦克，你自己照照自己镜子，你是什么？对吧？你是螳螂。 知道吧？他是坦克，你是螳螂，所以说呢，不要在这里乱搞啊！就回民街附近，你一个人出去会，我还是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啊！当然呢，这句话是有别有深意的，兄弟们，你一个人出去旅游会被孤独啊！如果是这样的，如果他不孤独，那他找我来干嘛？就变成了蹭吃蹭喝蹭玩，我的作用。 就显得非常的卑微，可有可无，鸡肋选手，对不对？说这句问题看似是一个平朴实问平平凡问题，但其实呢是一个有深意的问题，就是你一个人会不会无聊，对吧？结果人他给我说一句什么呢？说不雅很有趣，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这个女人，她很独立，她也不在意你有没有飞机、大炮、火箭，她也不在意你安排的火锅和酒局，她所有的一个人可以搞得定。兄弟们，明不明白？就你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子，所以说你认为请她吃顿饭，女生应该感激涕零。 但是我遇到的女生自己一个人去旅行，自己一个人吃饭，自己很独立。那么对于这样的女生，有没有男人对她来说其实不重要。那么既然有没有男人对她来说都不重要，那这个男的是开飞机还是开火箭，还是开 F 幺二，有没有任何的区别？没有区别。所以兄弟们，为什么我要？ 在这里讲这个聊天，说好了，设空门的我是不会讲的。我前几年去北京、上海见投资人，当时一个人去的，超级孤独，在酒店只有买书自己看。实话，啊，这个个人经历也是一种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很简单，如果我在这里说，我就很孤独，显得很苍白，但是。 前几年在北京、上海见投资那一个人居然故事孤在酒店中买书看，就把这个苍白的故事变得很变变得很生动具体啊。女主照片大家都看过哈，车友会的都已经看过了啊。我大概习惯了自己，而且自己都要剥削什么水星。好，这个其实呢，就是在一个价值观、三观的碰碰撞，相当于在过过后位了，知道吧？ 就你看，女孩子都开始开始聊她的三观，聊她的一些价值观、一些想法了，啊！我说，其实我出去玩也跟你差不多，但是需要朋友在一起。我也是睡到自然醒，然后这边是啊，这个时候这句话说的很，这句话哈是一种叫做潜意识的成交啊，这、就是在销售中的一个技巧。 其实我出去玩也跟你差不多，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和女生达成一致的一个聊天。就是你看一下，我和这个女生其实差的很多，因为我朋友是陪着，她是自己一个人。其实我跟她差的很多，我俩完全是他们两个世界。但是你看一下我话要怎么说呢？其实我出去玩跟你差的不多。 因为女娃只会说，只会去认同一些积极正面的一些词汇。你一来，你跟她说，那我不是这样，那女生说，那你不是这样，那你滚蛋，知道吧？大家去好好的去分析一下这两句话。然后呢，今天的回放呢，我们加这个小雨学长五零零，好吧？我现在去撒个料，你们一定要加一下小雨学长五零零，好吧？我撒个料，你先添加。 好了哈，我又来了 <coughs>，我又来了啊。那么可以看回放，都说了哈，叫小雨讲五零零啊，自己去看就行了啊。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啊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这个我们接下来的两天，我说了，我说，但是需要别人捧着。其实呢，我跟你一样啊。先说，我们共同，无论什么样的人。 更容易和同类在一起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一定要先要赞认同他啊。这个我们继续来哈，我们继续来哈。那么这是来了啊，晚上出去吃饭啊，我要有人陪着我啊，我要有人陪着。看晚上吃饭啊，出去玩啊，有人陪着我，什么意思呢？一样的，告诉大家，明天来了得陪我陪着。 他说他觉得内心足够强大，显得孤独的，啊！我说因为每天太孤独了，所以出现肥的。不过你还是厉害，啊！看我也不是上海人，干啥都一个人，从不习惯到喜欢享受一个人。你看这个女娃，她开始享受一个人了，那她就就就就就就就对男人没有兴趣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时候，当一个女生她都一个人了。 她不愿意恋爱了，她也不愿意跟男孩子相处了。那我们应该拯救她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告诉她，两个人有两个人的快乐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快乐。所以说，很多时候啊，你你就会，就女生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在一起，就是她会觉得，哎，我已经习惯一个人了。包括很多在座各位也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你们不去谈恋爱了？就你们没有一些诉求，没有一些需求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应该去把她身上的。 需求给他挖掘出来，让他明白跟男孩子在一起多么的开心快。所以说呢，我下面的聊天呢，要从这个方向呢进行入手。具体我怎么去说的呢？怎么去传递的？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说的也太孤独了，让人忍不住想抱抱你。这个话怎么样，兄弟们？你有多久？ 没有被抱过了啊！你还记得上一次被别人抱住的感觉吗？啊，让人忍不住抱抱你。我没有说让我忍不住抱抱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你你让其他人抱也行，知道吧？你让别人啊，不是我。来，我再看一下啊。 他觉得还行，习惯就好吧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，对吧？他觉得还行，抱也不想抱，油盐不进。四季豆来了，四季豆少女，四季豆，四季豆少女之油盐不进啊！你对这种你还飞机大炮火箭，简直没有用。很多兄弟是一些误会误区哈、啊。那么我们继续来。 啊，我说对，他说对呀、啊，啊也不能一直陪着，所以呢，还不如习惯自己，啊，好，我说感觉有些许极端的这种想法，看到没开始有点要告诉他，你有点极端了，你不能这样想，知道吧？啊，好，然后我说享受孤独也要享受跟人相处，他说我都可以接受啊，有人陪也不错，反正都可以，看到没有？他鸡肋少女。 鸡肋少女加四季豆少女的结合，你完全是没有任何的点，对吧？有句话说的很好，叫做“无欲则刚”，知道吧？最难以接近的、最难以相处的女生，她如果贪财好色，那太容易了。最难的就是她不贪财又不好色，她就是一个佛系少女，知道吧？ 这样女生，你如果喜欢上佛系少女，那恭喜你，基本上在这个恋爱中呢走入地狱模式。那么今日份这个就是什么呢？佛系少女，知道吧？今日份就是佛系少女。那么面对佛系少女，我们怎么样去跟大家相处呢？很简单，来看一下。我不希望明天见到你。话都不说？看，这个开始明天见到你了，对吧？ 要要、哎、你佛系少女，那明天见到你是个什么？是个情景的预设，对吧？你佛系少女没关系，那你明天要见我，知道吧？啊，我不希望你明天见到你，哈哈，就会很尴尬。你佛系少女可以，但是见我，你得，嗯，来来来，对我，你得热情一番，看到没有？其实呢，你看一下，在这个时候呢。 很多人呢，他没有办法把这女人的这句话，这个变得和见面相关。但是呢，我把这句话呢，用了我自己的一个思维啊，这个思维我写写了一本，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怎么样去转化这种思维的？可以加一下小雨学长，这个五零零啊，就随时要向约会邀约中间靠，不然的话就出问题。 知道吧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变成表啊？表平汉子，我怎么变成表平汉子？什么回事？哦，这样子啊？对对对,对，OK OK 啊！不要把我变成表平汉子，这个一定要记住啊！好，我们继续来啊，继续来。娇娇女生说：“那不能，我挺能说的，交际能力 Number One 啊！他你看，他跟你聊天的一会儿有交际能力，一会儿能。” 又又这个能说会道，但是有个问题，就是他不跟你讲男女之事，他跟你公事公办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女孩跟你聊天公事公办，你真的是无从下手啊！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公事公办，有一说一，你妈的，这种简直就毫无章法，让人。所以说呢，你看一下。 我有点期待见你了。你还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吗？你看一下。其实我忘了我是怎么认认识他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用了这句话。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啊，这个好像是想问他你在不在意我，哈哈。实际上是我自己不知道，哈哈哈哈。但是你看一下。 我有点期待见你了。你还记得我们怎么认？好像是个筛选。哎，你还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吗？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对吧？一个筛选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女生她说她记得某社交软件。我说我都好久没玩那个了。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应该是去年吧。对，因为我确实今年认识的女生有聊天记录，知道吧？ 但是去年认识的就没有联系记录，我就说是不是去年？他妈是去年的，很久了，啊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女生我怎么认识的？某社交软件女娃告诉我的，知道吧？你大可不必在这里问这么多，我们所有的疑惑接下来都会讲解，啊！很久了却一直没见面，我觉得缘分还是很奇妙的，又扯到缘分了，又扯到奇妙了，反正扯就完事儿。 知道吧？这不是巧了。秉承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大多社交软件其实我都怎么联系？平时不爱不说，学的人说话。他说我也男的，大家通病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又很简单，我俩认识了一年，却从来没说过话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也不主动，我也不主动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默契。这个很多时候大家用这样吗？做成了什么呢？窗口。 啊，不是窗口做成了聊聊天话术，就是加了个妹子，三个星期不说话，然后第一句话说你也不主动，我也不主动，这是我们第一个默契，那么可以作为开场。但是我们在这里，我用这个开场给他用了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啊，其实我的性取向很正常，啊，平时也认识漂亮的女生。 但是又觉得太主动会显得自己需求很强，啊，就描述一下，就是我还是想要跟你聊天的，但是呢，我跟你说话呢，有可能被你误会，啊，说明我不是这种，就是冷淡之人，我对女人感兴趣，就一句话，他这个和讯息啊不搭边，我上次发朋友圈发了个喜欢男的，凌晨四点点赞几十个，我估计很多人以为我喜欢男的吧，妈的，看到没有？ 就马上和性取向有，正好关系，对吧？他感情很好。我说我每天都开塞车、开飞机释放荷尔蒙。他说比那些金虫上脑的追求多了，就是说的在座各位。当时看到金虫上脑四字，我马上想起了小谢，知道吧？这个昨日份小谢，天天给给我说。 哎呀，浪哥，我就是想要跟你交朋友，就其实呢也不想把妹，也没有任何需求。昨天晚上连完麦过后，小谢马上发了一篇可能十几米长的聊天记录来让我给他分析。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不要言不由衷，想要白嫖就可以白嫖，对不对？每天来听直播就行了，不要打着想要做朋友的这种思路来白嫖，我有点看不起，对不对？ 口口声声说“哎呀，就吃个饭”，现在又发一堆聊天记录给我分析怎么回事？我想问一下，对，别说了，一会儿又连麦了，一会儿又连麦了哈。好了，但是我答应了小谢，要给他分析聊天记录，所以说呢，我准备过两天分析小谢聊天记录。但今天有更精彩的，因为这个女生明天要见了，对不对？ 好，oh, 这个时候呢，他说大唐夜不去吃啊，还是一个人呢？但我一直搞想搞明白，他是不是真的一个人啊？结果这个女的真的是总觉得孤零零，明天就能排练完了，快点感谢我，看到没有？奖品来了，奖品来了，但这个女娃你说什么？哪里孤零零了？你老说我孤独，我觉得自己玩挺好的，被你说的感觉好惨似的。是吧 感谢感谢，非常感谢你带我游成都，好吧？他感谢我，感感谢我带他游成都，他把我当导游了，知道吗？这句话说出来，马上火冒三丈。发现所谓的前锋、中锋、后卫过掉，只是我一厢情愿。他一点都不感谢了，他就是把我当导游了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？你看到没有？ 很多兄弟说：“哎，就是你有飞机大炮，你你有飞机更好当导游，知道吧？还可以再开飞机再着他到处玩。你所以说你们很多傻逼真的很傻，觉得你有超跑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在女人面前，你超跑就是一个他妈的导游的工具，跟你骑个马是一样的。就是在他从锦里到宽窄巷子，再从宽窄巷子。” 再到太古里，然后他说我累了，要回去了，明天早上八点再来接我。你们这种傻逼就会遇到这样的女生，因为你不你不去挖掘背内生内心背后的一些逻辑，你只知道有超跑就有女孩，有超跑你就是个司机，知道吧？车夫来了，是完全不接招啊，这个就是完全不接招啊。 对啊，钱宝宝又来了啊，又在那儿暗中观察，竖着耳朵听我在那里约妹子，然后又生气，知道吧？嗯、呃，是这样子的，就说这个女人是完全不接招，如果她要接招，是那种守门员选手，我直接就就不用在这里跟你的讲解了，对吧？我说明天来了，晚上没什么逛的，我带你去吃太古里逛逛吧。他说我可以后天逛。 啊，我说不感受年轻人的生活了，啊，他不感受，安排紧凑一点，好呀，反正你别把我安排丢了就行，都可以。啊，这个安排丢了，这个就有点窗口了哈。我又来，又有，我又从他的这个对话中发现了一些这丝丝的机会，知道吧？安排丢了，这个貌似是有一有一种。 调情意味在，知道吧？他开始开玩笑了。我说你这么大个人能，能能丢哪里去？马上又问你是不是长得有点高，看到没有？嗯、我想要问女孩子身高、体重、年龄，甚至问她这个哪里人。我不是像你们这样子直接就问过去，而是呢，我是说，哎，你这么大的人哪里的？马上来说，你是不是长得有点高？什么伺机而动？ 这些问题一直在脑海，但是呢，在最适合的时候，我问他，知道吧？这个女孩又说什么？哎，不过我明天晚上六点半到，六点半的话太古里逛是不是太晚了？要么我就第二天逛太古里也行，反正我把房间是定在那边的。反正导游就来了，知道吧？好，马上。 又来了，哎，说不定你来成都关个男朋友回去，知道吧？好，我发了这么多，结果你看这个傻渣来了一句什么呢？男朋友这件事情需要深思熟虑，说明什么？没有这个想法，别人，别人完全没有这个想法，你就在这里花里胡哨搞一堆，很多兄弟又来，来啊，对不对？你来跟我聊啊，对吧？ 想吃的，那当然是成都火锅啦，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好吃的也行，小吃也行，我都可以。好，我说带你去吃串串，那、啊、比火锅更 local，对吧？他说这个很 nice，能吃辣吗？对吧？拉肚子影响行程，啊，肠胃不好，那给你点个温柔点的锅。酒量如何？对吧？吃饭可以不喝酒吗？ 我吃饭不喝，嗯、啊，我也不喜欢吃饭喝酒。啊、他怎么说的？我是这样的，就是，呃，喝酒也行，但是我酒量不好。然后的话，尤其是吃饱之后，基本上酒量就是为零。所以说，可以吃完后先去溜达溜达什么的，溜溜神儿。可以，啊，那你酒量不好，那就这个就不好办了。他妈等会儿喝一杯就倒在那里，浪费我的心情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说那就这个。 对，结果这个人他和野哥 OK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职业玩家又来了。他那这个时候呢，他这个画像，我们可以给他分析到位。爱玩、爱蹦、爱跳、唱跳、rap 都来，但是呢，对你不感兴趣，就把你当一个什么呢？当一个这个什么呢？导游。 这个兄弟说：“为什么可以不听语音就发信息？我语音我当时是在我电脑上听的，所以说在手机上就没有显示。我刚刚在开着我的电脑，然后开着这个聊天框，在给大家写文章，对吧？那么今日份的文章，包括今日份的重播录播，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小雨学长五零零这个微信，好吧？学习一下。” 啊，那么他易被挂，啊。我说你东北口音自带三分酒量啊。他说他东北口音很浓啊。在中间的聊天呢，就是他在说他东北口音，我们就不用听了啊。我不喜欢你说话啊。他说我的四川话说的不好来了。你这个普通话实在是不太敢恭维啊,啊。我让你见笑了啊。好，OK，就开始说莫名其妙啊。这个时候你看一下。 我又说不知道她叫什么呢，对不对？这个女孩我是一问三不知，就是我又不知道她叫什么，又不知道她这个呃多高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她上面是她的名字，我就给她略过了啊。这个上面是她略过了啊。我说好特别的名字，她女娃学会了拍视频给我，拍了一个小桥流水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 啊，这女人的呢拍照技巧还可以，啊，这地方还挺美的哈。这女娃去逛个西安，我去西安怎么没有这么美的地方没看到？我去西安就他妈天天在八五七待着，这样没意思。啊，在这里手牵手牵散个步又来了，啊，他给我哈哈了，你看是油盐不进之四季豆，就我从来没见过见过这样子他妈不接招的女的，知道吧？ 就完全不接招啊！然后我说我你的手很大 <laughs>，然后呢？我手挺小的，就是按、啊、我身高比例来说，手很小的,挺小的。OK，, okay 我就说他脚多大啊？脚 OK 了啊？正常吧，属于，应该属于正常的，没有很小。OK 了啊？我说我的手很小啊，于是呢，我说他问我多高，我说一米七八，你会不会觉得我矮？ 他这个还好还好，哈哈，这个就是嫌弃了，知道吧？这个这个语音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这个这个打字哈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就是嫌弃了啊，还好还好，哈哈，这个嫌弃了啊。我说我看你又不喜欢全钢写啊，OK 的不碍事，你看你看没有，他不碍事，他一直在这里跟我敷衍，说明什么呢？他对我这个人。 高矮胖瘦啊，长得黑还是白，一点都不在意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只是把你当个导游。你想一下，你出去玩，你当导游，导游长得好看不好看，有没有有没有关系？没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就一定要告诉他啊，看到没有啊？我说，反正你也没想过怎么样。 是男是女，好不好看无所谓，反正就是个，看。没有，我就说了。他说对，没有想过。你看见没有？把我惹生气了，知道吧？小雨学长，这个时候一定要让他明白他妈我是谁，对不对？你以为是工具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所有在座各位都认为是工具人，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但是我们可以扭转一番啊！所以今天这个直播，我觉得你应该保存下来，天天看。 其实并没有工具人，对吧？我们通过聊天让他把我们放在心中，让他让通过沟通让他明白我们的态度。我们看一下怎么做的，知道吧？我说嗯、啊，知道了，看到没有？知道了，就心里打定主意就是再见，再见二字，知道吧？然后这女生说什么？ 不是啊，我觉得既然见面，那肯定是朋友啊，也不是说就是导游这种啊。OK 的，好人卡发起来，不是导游是朋友，其实跟导游没有区别，还要给你安一个朋友二字。什么叫做高端玩家，兄弟们？这个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就是你们会遇到的问题。你们刚刚聊了这么多，你觉得你胜券在握，但一出去你就是个导游。 要么就是个朋友，你会不会难过伤心？我是这样认为的哈，就是我们可以去去这个请大家吃饭啊，请朋友吃饭，带朋友去逛街是 OK 的，但是你直接说清楚，对吧？你直接说清楚，我就是想要来跟你，就是你当个导游逛逛街，那我觉得你很真诚，说不定会带你出去逛街，但基本上是不可能，知道吧？ 但是你在这里假装好像哎自己一个人来哦怎么样？但其实别人也说的他不孤独，是我们自己在那里给自己找戏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这件事情呢，是你自己去找的。现在呢，女孩子也给表表现的很明白，就把你当朋友或者怎么样工具人。很多男娃就是这样子的，当工具人他也愿意当，因为他如果走不出去，他可能连女娃都见不到面，对吧？ 就悲哀之处，那么我们有很多选择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在这个时候啊，到这个时候，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？啊，就是去还是去，玩还是玩，酒还是喝，但再叫两个其他的女生啊，你帮我当工具人没关系，我也帮你当一个陪聊，大家互相帮助对方也是 OK 的。 你把我当朋友，我把你当朋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的你是我朋友，我现在要脱单，要去找小姐姐脱单，你作为朋友是不是应该支持一二，对吧？帮我灌一下这个小姐姐两杯，对吧？就你帮我当朋友，我也有，我也可以把你当朋友，我不是说非一定要跟你干嘛。所以呢，当这个女生在这里说这些话的时候呢，我马上交了三个男生。 然后呢，两个女生就不要一对一见面了，不要一对一晚上一起去喝酒了，对吧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安排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你看这个女生，她又说什么呢？她又给我在这里搞花里胡哨了啊！看看这个女孩子的手呢，其实长得还是挺漂亮的，剪了指甲，没有做这些花里胡哨的指甲油，说明别人不是个渣女，看到没有？用这些小细节就可以判断出来。 这女生呢，她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正经的女生，啊，你一定要去分析。而且呢，我说，嗯，知道了。然后女生呢，你听一下她说话。啊、嗯，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？<laughs> 啊，呵呵了，呵呵我，我哈。而且初次见面有想法不是很好吧？开 <laughs> 始怼我的话，知道吧？这女生智商有点高哈，就是把我的话呢给怼回去，对吧？ 所以说呢，你看一下啊，我是怎么做的？我说就是你爸当然有啊，难过啊，我是看你不错才愿意跟你吃吃喝喝，对吧？啊，然后呢，看我还不错，然后呢？<laughs> 然后还有什么？然后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。然后我也来，知道吧？对啊，所以就吃吃喝喝，开心开开心心就好呀。吃吃喝喝，开开心就好。 典型的这个吃喝散，吃吃喝喝开开心心就好，对其他的只字不提。兄弟们，这个还是我要给大家讲聊天，为什么要讲？很多兄弟以为我就是那种三句话女生就出来了，对吧？你其实可以看到，大可不必这样认为，因为你们的段位认识的段位的女孩子跟我认识的女生是不一样的。像这种女生，你怎么怎么办？但是没关系。 我说，反正不是把你当成游客，自己多么热情好客。我不是个热情好客的人。女娃说什么、啊？就、啊啊、不要想那么多呀！啊啊，不要想那么多！嗨，让我不要想这么多。你看这个女的，让我不要想这么多。 哎呦，我不是把你当导游了，我去找我的学生也可以啊。我管培生，我跟他讲我过去啊，然后他也可以陪我玩啊。然后但是嘛，我就看你正好在成都，我们两个认识这么久也没有见过，那我就跟你说一声啊。所以说我不是缺人陪我，我只是觉得我们可以见一面呀。既然都去了，怎么也要认识一下，对吧？啊，你看这个女生呢，她其实呢，她是这个意思哈。 就说他在这里聊了这么久，他他在干嘛呢？在降低我的预期，就是我在跟他聊天，我在拉升他的预期，但是这个女娃呢，在降低我的预期，哈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要干嘛呢？我要让他端正态度，立正站好，啊。 我怎么让他立正站好呢？就是你搞这一套，那、啊、兄弟们，你听他说的这些话，那、啊、基本上就是找备胎那一套，对不对？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真真切切，他不是对你有什么兴趣，就是来找导游。但是没关系，我说你还挺会说话的，那行吧？啊，啊、呃，他说什么？好，因为我说的是实话呀，我觉得我说的是实话，你看, <laughs> 看你怎么想。你看他的这个。 这个这个笑哈，看你怎么想。你看没有？所以说呢，这个时候你看我怎么说呢？我说，既然千里迢迢来一趟，那就见一面吧。什么意思呢？那就你千里迢迢来，反正反正他妈的，老子不是我去找你，你无论再怎么样，啊哈，这个看你怎么想。你也是自己跑来成都的，对吧？并不是我在那里千里送去找你。 是你千里送过来找我，啊，我就给他这种感觉。既然千里迢迢来一趟，就见一面吧，对吧？就他在那儿搞了搞那么多一套，就我马上就马上把态度变了。就我之前是见你呢，是觉得你还不错、呃，那是觉得大家能能聊，哎，有什么故事发生。那么现在你既然这么说，那就变成你千里送，那你千里送，我就他妈见一面。你把我当。 这个导游，我就把你当千里送，就这么简单啊！<laughs> 快乐生活，你跟我玩这些，知道吧？很多人呢，他天天喷我，根本不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女娃。嗨，你不要这么勉为其难嘛！我觉得你勉为其难的样子嘛，我觉得这样大可不必。哎。 他说：“你不要勉为其难，我觉得你才勉为其难，知道吧？这样大可不必，但见不见都无所谓。你不是有你的学生吗？他妈的，再去见啊！你不要给我发发信息了，一定要让女人这种女人明白她的态度，她不要搞些花里胡哨，知道吧？很多兄弟就遇到这种女生就傻逼了，自己明明有想法，却又羞于女人，直接把嘴堵了，只有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清。” 不去请女人吃饭呢，又觉得自己答应好的事，女生不愿意跟你干嘛，你就不去了，显得自己目的性太明显。但是去了的话，又是百分之百的这个钱包，百分之百的导游。很多男生在这里就会不知道怎么回绝女生，但是小雨学长就不会，知道吧？就任何时候是女人的问题，他妈脑子没有问题。 记住一点，好吧，我不是勉为其难，是你勉为其难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女生说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勉为其难呀？我没有啊，反正我都是要去成都玩的，看到没有来了，反正我都要去的。我说你签，我说你千里送，他说我并没有千里送，我只是顺路，看到没有？聪明、呃，聪明来了，这个时候那么我又来了。 我说，刚刚你给我看的棒棒糖是给我的手信吗？看到没有？他给我看的棒棒糖，看到没有？我说，那这个棒棒糖是送给我的吗？既然我俩聊不到一块儿，我就觉得你要送我东西，知道吧？你要送我东西，我就请你吃吃饭也是 OK 的。你千里迢迢从在西安买一些伴手礼送给我。 那我请你吃个饭，我觉得也是 OK。大家互相把对方当朋友，你过来白吃白嫖，那他妈不行。所以说呢，我说刚刚你给我的棒棒糖是给我的手信吗？他说啊，这就让你看看，挺好看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？啊，兄弟们，这个聊天精不精彩？ 刚刚说这种飞机、大炮、火箭的兄弟出来啊，就让你看看挺好看，这种话说出来了，想不想一耳光铲到地上，原地打转三百六十度？知道吧？这个一般的男的你们就崩溃了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我们继续来，我的手心有其他。 看到没有？把自己态度都搞端正。很多男的是这样子的：你想要约女生，你是不敢提要求的。就你觉得女人愿愿意出来跟你见面，已经是天赐良缘了。所以说，很多男人还怎么敢奢求女人给他带东西？但是我不是，我是高价值男子。你要出来跟我吃饭，你得带东西给我。 所以说呢，我说刚刚给我棒棒糖是手心吗？他说那就看看，挺好看。我说我的手心有其他。他说我瞅瞅，啊，主要是棒棒糖带过去就碎了。我说你看，他说他瞅瞅有啥玩其实你看他让你说的话什么呢？他带棒，他不带棒棒糖是因为他带过来就碎了，对吧？ 他也情有可原，说当女生愿意跟你解释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跟他抵了，你马上就要表示理解。你说我开玩笑的，还是说你怎么这么有心？是我想多了，看似是在开玩笑，其实在骂他，你个没心没肺，操吧！你去你去品一下我的这个态度。 大家都是聪明人，我告诉你这个态度，女人她知道，她听得懂。大家都是聪明人，所以说呢，我说，哎，没事啦，我开个玩笑。哎，还说你这么有心，是我想多了。你在这里送我棒棒糖，其实我知道你不想送，我就开个玩笑。我以为你这么有心，但是你却没心没肺，只知道让我当导游，知道吧？ 没有没有关系，我我正好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带给你，但是呃，那就是一些唐代的东西会比较好一些吧，因为呃，因为其他的那个东西我感觉，呃，就是很多古镇上都有的，就没有什么特别。女生在这里说了这么多一段呢，你可以发现发现，其实这个女生呢，她并不是说。 她怎么样？其实她就是一个很正经的女孩子，对吧？她愿意给你解释，愿意是那些东西。就她是一个那种，她也不是什么绿茶之类，知道吧？她只、就是就是一个很正能量的正经女子。她也不是什么白嫖，你也不去，你不请她吃饭，她也无所谓。她反正一个人独行下惯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显得我们有点小气了，对吧？请别人吃个饭，还要让别人带东西。 你显得自己不够男人，那么既然他话都说到如此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说了一句不用了，对吧？你现在说话怎么变甜了？哎，再来又来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对、啊。因为我刚才喝了很甜的东西呀，所以就变。啊，我送你一把扇子怎么样？或者是？ 一个小香包怎么样？她还要送我东西，你看这个女生她很在意，她是好好女生又来了，知道吧？我说我跟你开玩笑了，我没有习惯送别人礼物，你来送我东西，来送我这个，送我这个扇子，送我这,个扇,子送这个扇子是这样的吗？哎，送个扇子给我。她说什么？她说刚才一个小姐姐死死地盯着我看，我好尴尬呀。Okay 好，于是呢，让他拍一张照啊、哦，他后面拍了一张照啊、哦，我们就不看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就说，他说今天这件衣服比较柔和，我说明天穿一身坚硬的来。他说穿一身刺柳丁。啊啊，哼，红个选手来了，呃，刺猬小姐啊，我准备回家了，嗯、啊。 好了，那么预知后事如何哈、啊，兄弟们，我们这个就明天拭目以待啊！明天可能直播就直播不了了。那么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小雨学长五零零这个微信，看后续如何。然后呢，这个之后的聊天呢，我们也会发到这里。然后包括今天的这个录播。 很多兄弟可能是来的比较晚，没看到录播哈，你可以加这个小雨学长五零零得到这份录播，当然还有我的最新的聊天的文章，好吧，照片已经发到车友群了哈，照片已经发到车友群了，车友群怎么加？加一下小雨学长五零零。